大家好，我是白龙，欢迎来到我的游戏实况。我今天要来玩 Minecraft Underground 2， Let's go。 我们要挖这个路上去，我记得这次记得特别快。来，我们上去吧，直直的往上挖。好，这样希望这里有煤炭。我现在需要煤炭给我出现。没有死路这边嘞。哦，这边感觉有路诶，先靠右边走看看。这一圈，这个是绕一圈，所以这也算死路。封印，嘿，那上面嘞。没路啊！我要学，我现在要学会那个回收火把，回收，这样子，封印。这里嘞，下面，等一下，生怪砖，我发现生怪砖了，哇，好爽哦！连续两集发现生怪砖，错，不知道那什么生怪砖嘞，我是不是应该先冲进去插火把带出外的？等一下，你好，我决定我要冲进去了，冲插火把，应该是蜘蛛神怪钻。Yes， 太爽了 ，Yeah， 太爽啦！转，终于找到你了 ，Yeah， 太好了哦，爽啦！又有可可豆然后还有小麦，小麦的话我先不要带好了，因为身上已经没格子了。线比较好，带小麦感觉比较好。铁桶，铁桶都会固定在有那个在生怪砖的箱子里面，对啊，每次都有铁桶。这个线，小麦，铁锭好多。哇，好爽哦，太爽了，又达成一个成就了，连续两集都达成成就，超爽的。那这里咧，这有路吗？好深哦，好深，没有。因为刚没有找那个没有踩到底，所以我以为很深，结果也还好。那这里就死路，封印。嘿，那这边咧。别吃哎！你为什么都不出现，都不出声？这边里面有路吗？感觉没有，没错。底下嘞，没有。吃个面包好了。我食物快没嘞，真的。哇！我是不是要打道回府了？没关系，再往前。好拮据哦，剩两个面包。上面看看，走上面看看，走这边上去。这边也去看看好了。这里有路吗？没路。好，回收火把。回收火把，我要回收。好，这里就是封印吧。可以，好，那我们走别条，走这边看看。这边又有一个新的大区域耶，好爽哦！蜘蛛，他为什么不过来？对啊，过来会死啦，他干嘛过来？过去，他不会飞。我要走哪？走这边下去吗？好，走这边下去好了。这样子。哇，好大哦！从最右边开始拉好了。来了，僵尸先生。我大家谁？
感觉这里就很危险啊，后面无时无刻都可能有怪，太恐怖了吧这里。重点怪不可怕 ，no 岩浆才可怕。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超可爱的。钻石。等一下，这是大，你们又成群结队来了，来了。而且刚那僵尸怎么回事？拿着自己同伴的肉，然后冲上，我要用肉打我，是怎样？钻石一颗，钻石很久远，一颗永流传。这种打广告声音吗？我要从哪里上来下来的、啊？这边，那我坐一下路。他声音好笑哦，他一般僵尸是然后他是好笑。A 什么 A 啊？哎呦，我刚从哪来的？啊，这边，那我要下去吗？等一下，这里没有路，我不要下来好了，我走上面的路好了，走这里。哎呦呦呦，一个好空旷的声音哦。感觉我的火把真的要不够了。我真的要回家了，又要回家了。这里有岩浆，把火熄掉。好暗，好暗，好暗。这是死路，所以就做一下记号吧。虽然是死路，可是里面都是黑的，因为我不想浪费火把。哎呦，快没了！挖这个红石，红石，耶、yeah ！前面嘞？前面有路吗？哎呦，前面走这边看，拜托拜托，出现煤炭，拜托出现煤炭，拜托！我觉得我红石都挖的比煤炭多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没有，那这里嘞？哇哦哇哦哇哦！先这样，然后哎呦，好暗，一回头超暗。等一下，我从上面来。弓箭手，你冲啊！闪箭，闪不掉。哎呦，等于跟他硬打了。会，耶，赢了。这里浇一下水。好，挖这边。看来我今天应该一定要回家一趟了，对啊，因为格子满了，而且重点是火把也没了。那自己做一个记号就回去吧。而且我这次可以用瞬移大法了，因为我的精力已经够了。好，那我们来，使用瞬移大法，集齐，我瞬，到这个大峡谷好，还要再顺一次，再顺。等一下，到了，这个是那个峡谷哦，我记得，然后这里有楼梯，对不对？看来我还要再挤下去了。我再顺。这次，我直接送到家里，哇，这次比较强哦，好强哦，瞬移大法，我果然训练有成，那。我来整理一下箱子好了，好快哦，马上就到了。中间过程也不是过程啦，那个传递那个传瞬移的过程太快了，你们可能看不清楚，对啊，其实我花很多精力啊，对啊，所以三四集只能用一次嘛，对啊。生肖弓哦，生肖我把这强力弓给把它恢复到满好了，就是用那个这个铁针把它恢复到满，这样子，没有到满那这个嘞，所以它是看你附加的这个武器的耐久度有多少，
噔噔噔，再加一个，就快满了。这样子也不用浪费弓，然后又可以修好那个原本的弓，这样还不错啊，又不会占位置，多棒！哇，我的剑已经26支了，好多哦。然后红石更是多到不得了，火药粉，火药粉，哦，火药粉，哇，我觉得火药粉好珍贵哦，对啊。那皮革帽子，这个我都把它拿去喂宝宝好了，对啊。他连装备都吃了进去，超强的。可可豆，对，可可豆。我要去查可可豆要怎么种，应该可以种吧？我记得。如果可可豆可以种的话，可以做什么？其实我不知道哎，还要去查一下资料。钻石，钻石好多哦！我决定了，我要做全套钻石装，没错。跟我一起念一次，全套钻石装，来吧！钻石盔甲、胸甲 ，King， 钻石裤子 ，King， 钻石鞋子。靴子 ，King， 哇哦，哇哦，拿着面包，可是全身却穿着钻石装，哇哦，好强啊！我的装备值已经满了，超爽的，哦，好爽好爽，而且还有很多钻石，9个，还算蛮多的，对吧？那我铁制的钻石装就，我需要整理一下，真的好乱。这些方块我要放到下面好了，这些都放到下面，放到下面的箱子，这样子放进去。鹅卵石好多，有拿一些拿去喂宝宝，宝宝是大胃王，所以不用怕，他什么都吃得下去。不信你看，吃吃吃那么多，吃吃吃，感觉好可怜啊。已经饱了还要喂，铁质的吃好了，给你吃，给你穿啦。可是你穿对你来说也没用啊，你已经无敌啦，对不对？太强了，攻击力999，防备力999。那这个有附魔的，把它存起来好了。这样子，为什么这一集一直听到？奇怪的声音啊，对啊，可可豆，我先去查一下可可豆到底可以干嘛好了，然后再查时间，我先把铁锭烧一下，铁锭，用这个烧，用木材烧好了，我来看一下树好了，我已经没有什么树的资源了，看，砍树，小麦田，哇哦！哇哦，我的食物好多哦！哎呦，卡了一下，哎呦，我把那个视野调最近，好，继续挖，挖，这一集又达成成就，好棒哦！就是那个、找到神怪砖，找到蜘蛛神怪砖，耶、yeah ，太棒了！哇！喂，这个为什么没长？我要去拿，我要去拿那个树苗。哦，对，如果不够的话，我可以拿那个骨粉去杀，因为骨粉现在超多，骨粉有不是骨粉啦，骨头28个，28个可以做几个骨粉，好多，哦，超多的，不用担心，免烦恼。其实我台语超烂的，我比较会听，然后讲的话就几乎不会，只会讲一点点简单的。你假爸不会这种会，你被困吗？你要睡觉了吗？Do you want to sleep？ 要什么？
还有什么台语我会讲？我想想，台语，你会当讲台语不 ？Can you speak Taiwanese？ 台湾 language 是这样讲吗？我根本就在乱讲，不要乱学哦，因为其实不是这样讲。这个，好，素描吸好了。素描可以拿来晒那个烧东西耶，对啊，很好用，可以种又可以烧。这个树屹立不摇，因为我不想砍它，所以它可以成为那个。它造型好酷哦，好酷哦，这个不是我挖的哦，它原本就长这样哎，好酷哦，超酷的哎，它应该可以成为那个百年大树吧，因为都不会想去砍它。真是，好，那我去看，去做一下面包好了，好多事啊，面包，我在想说。我这样子一直去探险，又一直回来，不是办法，因为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，是我一定可以，我可以出去很久，然后，都不用回来，就是一次找到村庄，不要这样一直来来回回，来来回回。可是我出去回来的唯一原因，这样唯一原因是火把不够，可是火把不够，你就要烧木，我现在来烧好了，烧那个这个。原木，你才能得到木炭才能那个，木炭才能，等一下，木炭才能做火把。为什么我刚刚突然转不过来？对啊，我很常就是讲话，有时候讲到一半忘记要讲什么。这个，那这样势必我需要用一堆原木了。那我去拿骨粉，来吧，可可豆就。再研究，先做比较需要做的事。骨粉多一点，用一组好了。哇，好多，超多的。来吧，你看，等一下，我这样子用是有点浪费。我分散风险好了。有。哦，对，有一个留言跟我讲说。树长出来会把那个动物什么压死，对啊，真的会，因为那个什么，我有一次就是因为这是重生点嘛，重生点在这边，然后我从那个原地不是重生点啊，就是原地图原正确来说应该是 Minecraft 的重生点，那边有作者设计一个按，然后按下去传送到这边，所以每次的点都会在这边，然后我每次传送回来，然后都有时候都黑黑的。所以就是其实会让就是方块只有一格的方块的话，你会把自己压死，对啊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刚讲那么喘啊？让我喘一口气。好，继续。傻，为什么都不长一张了？会，素描，没有素描。等一下，像这种状况，我现在就在里面有没有看到？等一下，挖出去。会，挖。我去把素描拿出来好了。会，素描这里。继续，什么都不长，真的是哦，这些树哦，你傲娇啊，这些树傲娇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我不知道撒杂草，我知道撒树苗，他们真的很快，有咯。再杀
杀，哇，好浪费哦，一组孤坟要没了，天哪！我记得旧版的孤坟杀一次小麦就可以涨了，那树应该也是一样，所以应该是把难度改难的，所以才都涨不涨出来的啊。涨啊涨，快涨！哎，涨了。旁边这个自己长了，很好，你做得很好，乖乖长大，乖乖长大，赶快长大，让我砍下来。哦，对啊，这个话题我觉得之后再聊好了，因为，我现在先讲一下一点点好了。其实我想要实况啊，是因为有一点点的原因，是因为我想要让别人知道一个讯息。可是我觉得需要，就是我这我还要说一下大话啊，就是我希望多一点人订阅之后，我再传达这个我想要传达的一件事情。那我现在先不透露，对啊，因为我订阅人数还没有到我觉得够影响人的那个数量，对啊，没错。那到时候如果我想要讲的时候，我就会讲，对啊。因为我觉得现在讲有点太早了，对啊，所以是其实我加入实况是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不想宣导一件事情，对。那如果你们想要猜的话，就可以留言猜猜看啊。不过我觉得你们猜不到啦，对吧？我觉得你们不会想到我想要宣导什么事情，对啊。然后我宣导这件事情是。我宣导这件事情是我已经持续快半年了，半年在一直在做这件事，对吧、啊？嘿，嘿，嘿，你这集根本就是那个、啊、伐木工人，我是伐木工人。嘿，嘿，嘿，啊，这股份全部用完就没办法了。好，那砍原木的，哎呦，才不到一组哎，超少的。砍原木就差不多到这边啦、啊，对啊，因为我说起原木最主要是因为我要做火把，火把不够，什么洞窟都不能去，对啊。那我们下一集再来，我实况结束之后，我去研究一下可可豆是要怎么运作，对啊，我记得是可以种啊，记得没错的话，对。那我们这集实况就差不多到这边咯，我是白龙，敬请期待下一次的实况，拜拜。